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两个怎么都受伤了？没有，我突然觉得，渴好渴哦，你可以帮我买个水吗？好啊，你等我一下哦。潘伟达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，这是什么？我知道很痛，可是我不能这样下去。刚刚为了保护我受伤了，我怎么能伤害自己，又伤害到他呢？为了我爱的人跟爱我的人，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好好活下去。如果是我先找到你，我也会为他做，为你做一样的事。我知道你不会，那也是同情，不是啊？我不是同情你，我是爱你。吵架了、啊？是我自己不懂得珍惜他，去了我家、学校、seven 还有公园，打给每个认识他的人，他们都说没有看到他。奇怪，该不会是选择要跟我走吧？什么选择？这个你还是自己去问他好了。明佑这孩子。应该晚点就会回来了吧？他不是那种会突然就不见的人呢、啊。哦，是哦，那不好意思，我不打扰。等了那么久，最后还是一场空。家福，知道你还记得我说过想当一只浮游吗？那是因为，如果我是一只浮游，我就可以不用担心的爱，不用担心面具，不用担心分手，不用担心在一起了才发现你根本不适合。虽然你现在不在我身边，我还是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。不知不觉就走到你家，我知道我这么做很蠢，可是我已经习惯每天走一样的路陪你回家。但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吧。我已经决定不要跟我爸回南部了，我担心那个衣服，而且你身边已经有人陪伴，我都没有那么担心了。只是都这么久了，我才发现我那么一直来希望根本就不可能，只是一直欺骗自己，相信你是爱我的，只是你不知道。我该走了。不要走。
哭，我也爱你。公关困困，现在是我们的公关时间。上台前提醒各位几件事情，请各位有色尽量把时间控制在90秒之内，并且从右侧上台、左侧下台。还有请各位有色注意，千万不要传麦哦。人员无限请上台，玉成巧玉请准备。
梦的梦之一请上台，钟伦晴请准备。社团请迅速就位哦，不好意思。Hello。我的太强了。去年的是凯龙姐。谢谢。然后我们先发5月13号，大家记得来哦。5月13号。然后祝你们全班。钟伦晴请上台，国三重 CSI 请准备。Hello， 谢谢。谢谢，我三重 CSI 请上台，海山海盗团请准备。谢谢，7月5号，海山海盗团请准备，海山海盗团请上台，新装新影请准备。很多你们都超会演的，演的扣人心弦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奶奶公关，然后宣传一下我们的惩罚是6月10号在台电大楼站1号出口的跟新闻照办，大家一定要过快参加，谢谢，谢谢。青装新影请上台，永平太妃请准备。让你们感情不会散。然后你们刚刚演得太好了吧，是不是太内心了？好，我们来宣传一下我们的春吧。5月20号在台科大歌剧魅影，大家一定要来参加哦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永平太妃请上台，吸收电拍。